大家好，我是张老师。今天呢，我们来到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的千年古县五阳县。五阳县呢，因为地处五水之阳而得名。汉朝著名的开国元勋范哙就被分封此地，称为五阳侯。那么五阳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文化产业，就是现代农民画。所以说五阳县的农民书画院呢，也是全国的十大农民书画院之一。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五阳的农民书画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桃花，待嫁的年华。